我到今仔日才知影讲，你足疼的小妹离你而去。对。所以吼，前不久刚离开。我想这是人生每一个人拢会去行到的路，总是咱该祈祷伊会当去另外一个天国，去过着幸福的日子。啊，咱继续在咱的生活内底，将这个当作是咱要做永远互人怀念的英雄的一个卡达手。是安尼啦，比赛还比赛啦，人生当中一定要有真侪贵人的出现。哎呦，一定爱对。哎，你第一个签约的是叫做？其实林翠丽老师吼，算讲是我第一个贵人。哦，请咱们这个作词作曲。其实我第一三度几关的时候，都有三间唱片公司要跟我签约。哇，什么？这受欢迎，处处当真，真正当真。但是你一都不爱答应对不对？因为迄个。片酬上低，哦，条件讲了无好，是不是？不是啦，因为当时是新人啊，其实拢无去讲着片酬的代志，但就是说那种感觉不对，唔知要安怎。嘿，迄阵我们是介迷惘了，对啊。林翠丽甚讲慧眼独具，林翠丽来请我是因老母去跋杯，哎呦，因老母去跋杯，哎呦，跋杯跋寿杯跋十几杯啦。我这要讲我清楚，这是讲签这个好无？哎，新杯签这个好无？新杯十几杯啊，十几杯！哇，那新名那才赢啊！因老母讲，这个一定要甲签开，这无签开，你无都无机会啊！是新名讲还是因老母讲的啦？因老母去跋杯啊，讲这个一定要签开啊！因母啊去跋杯，讲这个蔡小虎甲签起来，连续跋十几杯，嗯，真的，用几率来算嘛，无啥可能。这是真正，那个很困难呢。这真正，这是林翠丽老师甲真心甲我讲的。啊，伊林老师吼，伊迄阵啊手上有一首往事卖地去，啊，佮有我唔是故意，啊，佮有车站。哦，哎呦，啊，伊拢差不多一礼拜拢落来两届。啊，你若无见车站啦，啊，车站我就无爱唱，我就另外肯啊唱啊。你讲安尼？伊若无今仔日这个宽宏大量，那有今仔日的张秀清，伊应该是上车站，秀清应该咧卖便当。有影，你来讲嘛，对。改变一个人一生，一首歌改变一个人一生。因为当初我是刚刚讲车站比较看查囡仔味，本来是要叫我妹妹去唱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你妹妹黄小虎嘛，哈，不是啦，我想听到拢小虎。姓错啊，医生，本来是真正是要叫我妹妹去唱。安尼吼，无彩咧，以前我你妹妹张秀清都无滴个哪里？即摆有滴个啦，就较知啦。手较大，口小寡呢。喂，卖去批评别人啦。当初有贵人出现就对了。当初有一位迄个大哥吼，甲我教，甲我教讲吼。你家己讲，你要靠家己的实力过五度五关，不要有任何的裙带关系。是哦，所以这位大哥是什么人？这位大哥就是咱凤鸣电台的这个梁山兄。哦，哎呦，梁山老师啦。世间无永远的英雄，但是有永远让人怀念的英雄。加油！梁山老师来到现场，破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大哥。敢知影？这是小号，拄啊一口口声声的怀念的梁山大哥来到现场。我规身骨拢起乌皮。是啊，阮就是我都安排，你讲的出来，阮就做会到哈。老师你好，鹏哥，不敢不敢不敢，阿哥顺哥，你敢不敢？老师好，梁山大哥来，我吼，因还没来，我想重要就是，希望和你。真该提示啊！谢谢。做老爸我吼安尼，只有找时间会当来表示我对你的敬意。谢谢。应该，应该，应该。总是你拄则咧甲我讲吼，唱歌吼，其实唱歌是爱经过着真侪感情的磨练，无论是爱情，无论是亲情。小虎，我甲今仔日才知影讲，你足疼的小妹。离你而去，对，所以吼，前不久刚离开。我想这是人生每一个人拢会去行到的路，总是咱该祈祷伊会当去另外一个天国，去过着幸福的日子。啊，咱继续在咱的生活内底，将这个当作是咱要做永远互人怀念的英雄的一个卡达脚。你的小妹，我想
伊嘛是同款安尼在甲你祝福。伊上听的妹妹。上听上。所以吼，今仔日我安尼吼，实在是我听到孙安在甲我讲的时候，我嘛向阳惊一跳，因为我接虽然咱感情真有，咱有足侪交情，但是无遐侪时间通做伙，所以我只有是来表示对你，谢谢，应该都爱感冒的爱卡。较坚强，其实我尽量拢不爱讲啊妹妹过往的代志，伫幕上我尽量不爱讲，但是梁山兄今仔日啊，算讲甲我安慰安尼，我忍不住，我眼泪马上就掉出来。而且小虎哥吼，伊足友好诶哦，即马伊爸爸妈妈嘛拢已经拢无去啊吼，啊伊大哥伊就讲大哥就敢若我爸爸，所以吼伊当年哦过年诶时阵，伊就包红包吼。好哥哥大哥讲，跟他请求是大哥，就是爸爸赶快啦嘞。这不什么，这不什么，应该。就友好。是咱是梁山大哥的查某囝嘛。大家好。得到真传啦嘞，哦，归去安尼乌蝶帮桥了好。哦，这首歌是小虎哥相当 hit 的一首男女对唱。OK 吗？没问题，赞的哦。来就。也的哦，小虎哥在这里唱歌的桂林人再创高峰的一首歌曲。